天哪，这个江景啊，简直是绝了！我不管，你把我焊在这里可以吗？人生百折千回，能拥有这样的房子，一定是您年少有为。今天啊，我们去看既小资又平淡的江景生活，走起。左手边就是你们家的客房，这是一套119方的三房两厅两卫的户型啊。左边呢是厨房，右边的话呢就是餐厅，一左边啊一右边，那幸福啊围绕在身边。哇，这是119平该拥有的客厅面积吗？我怎么感觉像150平的？这也太宽敞了吧！全明的户型，通透对流，大尺度的空间，连接4米的江景阳台，好美呀，满眼的波光粼粼，好喜欢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休息的空间啊，它儿童房跟主卧啊，它是挨着的，所以特别方便。主卧的空间尺度也是超棒的，平行视野看江景，就说赞不赞吧。作为整个渤海区唯一的江景住宅，未来的价值啊，一定是不可估量的。位于市区的中心位置，不管是教育、医疗还是商业配套，都已经很完善了。利和商圈、新中广场、綦江公园、中山公园等等，你想要的诗意和繁华，这里全都有。在江边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这种景观所带来的格局啊，是不可替代的。